分手吧，渣男。怎么了，亲爱的？说，你为什么留着你前任的照片？哦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跟他真的没有什么，我发誓。我留着他的照片是因为什么？你说呀。因为啊，不是绿头怪，你干什么？你别听他瞎放，这是他给我打的欠条。你看，哎，不对呀，你不刚刚失业吗？你哪来的钱？我没钱呢，可是你有啊，都是你的钱。我的钱？你还有脸用我的钱啊你？绿头怪，你要借我钱呢？亲爱的，你别生气了，我钱就是很快会还我钱的。很快是多快？到底还有多久？大概。你真太不通情达理了。那我算什么？你是。原来我也是一个备胎，来延续你和他的爱。我看啊，我们还分手吧。我错了，你别走。你是原谅我了吗？下条给我。哎。啊！